蒜头来上树，你看现在烧。这道菜就是蒜头白上树，我们浸它一下。好，我们先暂停一下。蒜头拿一上树，先炒一下。拉近看一下它炒出来的样貌。好，所以我们就在这边给它 ending 了。好，因为基本上已经炒好了，要收起来了。耶、yeah!